大家好，我是林德燕。现在录影时间是礼拜五早上的十点五十分，大涨一百四十九点，今天最高涨了一百四十九，目前是涨九十一点。你看，连续两天融资大减了六十亿，行情东西安内了。你家有一首歌哈、哦、叫《思念总在分手后》，那行情呢？行情总在。 卖出后，当投资人没信心，股票卖出了，很奇怪，行情就来了，啊，很奇怪，行情就来了。你看，在前两天行情下跌的时候，我知道大家会担心，因为疫情又开始燃烧起来，所以我是不是特别跟大家提到多头市场铁律：遇长黑隔日就是买点，这叫铁律啊，除非多头。 胯下修纸符，那才会出现两根长黑棒，否则如果多头不变，每次只要一长黑，都是让你买的啊、哦，都是让你买的。你看我讲完之后，礼拜三的长黑，你看这段行情的上涨，这一天一百五四点，对不对？上礼拜四一百五四点。 礼拜五就大涨了嘛，对不对？礼拜五就大涨一百九十七点了嘛。那礼拜三又来跟一百五十八点，昨天是不是开低走高？今天又大涨啊！所以这一招你一定要学会哈、哦。除非多头画下休止符，除非多头脚步停止啊，否则如果多头没有改变，只能出现一根长黑棒。这叫你也偶像哦。 我看昨天大盘涨，OTC 涨了一点四趴，昨天融资才增加两亿而已，嗯嘎位啊，大家不敢买，可以感受得到，因为大家还在担心疫情的部分呢、啊。我真的是很用心呐、啊，也希望能够提供给大家更多的讯息，来让大家看到更清楚的行情。所特别去搜寻的这一些全球疫情发展的情况。 你看人家美国一天二十六万人，印度一天三万人，对，日本一天都有一万人确诊，连模范生的新加坡一天都有三百三十二人，我们一天才弄个位数字的，但小心还是重要，把自己保护好，从自身做起，这是最根本的东西。可是不就要自己吓自己？ 台湾在疫情控制部分已经很用心了，已经做得很好了，继续保持下去，大家对高企要有信心。你看人家美国股市，一天二十六万人，美国股市也是很稳定啊，对不对？也没有像我们那么恐慌啊。昨天道琼也只跌了一百五十一点，昨天是开高走低，那一百五十一点也不过才零点四趴而已，纳达克跌零点二趴。 目前价格也是在历史高点，啊，价格也是在历史高点。沸腾半导体昨天比较强，因为台北股市一转强之后，沸腾半导体跟台北股市的联动性相对是比较高的。沸腾半导体昨天涨了零点三趴，啊，其实亚洲股市的部分更值得看的是日本股市，日本一天一万人确诊了，我们才个位数字而已。你看日本今天又涨了三百三十九点。 再创历史新高，东证指数再创历史新高，所以看看别人的股市怎么表现，自己要有想法了啊！不要随时任何风吹草动就把你给吓到，这样永远赚不到钱啊！因为探摩级跌，台北股市目前涨了一百零八点，台子棋涨更多哈，台子棋涨了两百零三点。 啊，台子旗 K 瓜追，所以台今天是台子旗带着台北股市一起在跑。我们看一下今天成交量分布，今天电子股占了五十七趴啊，所以重心还是在电子股。航股降到十五趴，航股昨天还有二十趴，今天剩下十五趴，所以航股在降温，因为当冲部队转移了焦点。今天当冲部队转移到钢铁股。 钢铁股目前成交比重有十个百分点。我们来看这两个族群哦，韩股连续昨已经连续两三天都动弹不得，因为量跑掉了，所以量跑掉有量就有行情，没量就没行情。所以长隆、阳明连续两天啊都动弹不得。我跟大家讲过这，这洗干要不会搞卖给这里时间还没有到，不要急，时间我都算好了啦。 等反转时间到，我就会带会员下去买。在反转时间还没到的时候，你太早进去，有时候也是一种煎熬。基本面没有问题，我知道啊、哦，可是有时候时间是更重要的哦。啊，今天钢铁股相对比较强，因为市场资金当冲抢到钢铁股来，因为昨天非铁金属里面报价都上涨，从铜、铝、镍。 啊，报价都上涨，那唯独铁矿砂昨天还在跌，所以大家看到铜价、镍价的报价涨，今天当冲部队转移阵地啊，流到钢铁股来。可是钢铁股你说特别强，哎，我个人觉得也还好。你看了涨个趴数就知道了嘛，对不对？大概都在一趴、两趴啊这样的内容。那真正的重点还是在电子股，因为电子股占成交比重高达了五十七点二趴。 先金融股相对也比较稳定，中股间普遍小涨，因为占成交比重刚刚能趴呢啊，两趴它也插翅难飞呀。那富邦金、国泰金很稳定啊，中高票各起来颇有跌啊，有的继续报富邦金会不会填权？看今天八月营收发布出来，美股获利的情况。如果说它持续在处分， 转投资的部分，然后回归到账上，那股价上来就会比较快，啊、哦，所以要看营收发布跟财报发布出来的数字再来做判断。等我先看到数字之后，我们再来谈哦。瑞泰全坚也很强，一二八点五又创新高，继续破啦啊，继续破啦。我个性不喜欢追高，我都在底部告诉你，我不会像其他老师说。 啊、哦，股票涨很高，然后再拿出来讲，那个就没意义了嘛，对不对？要买就从底部开始买上来，这样赚才会赚得多。你看富邦金、国泰金、论泰拳用探桥可以去报啊，然后本一笔都还那么低啊、哦，继续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电子股的部分，今天电子股才是大盘攻击的重心。今天电子股的部分，论泰拳 哦，联发科起来了，联发科开始在动了，联发科动是对的啦，联发科要动，那么整个盘绩优股的攻击才会无后顾之忧嘛。今天台积电反正是比较弱的，啊，台积电是要涨一块钱而已，这是跌哎。台积电你要适时的把指数空间腾出来给别人用，长线还是看好，OK，没问题。可是你如果 独占行情，让指数跑太快，那其他股票分不到资金，那整个市场就偏颇了嘛，对不对？你看这一波从台积电、联电、金融股开始涨，我跟大家讲过，这个叫出生段的特色。出生段就要走这些大型全职股来扭转。那出生段走快，因为要快才有办法让整个趋势改变。可是进入主升坡之后。 就要细水长流，绵绵不绝。所以接下来行情的走势不会再像前面一样说啊、哦，一下走那么快，一下走了一千三百点。刚来行情的他的慢慢啊切，慢慢啊切。所以你如果太在意指数的涨跌，刚来你不会博了，你就买不下手了。进入主升坡，行情会开始脚步慢下来，用震荡拖延时间，把时间拉长，这样有更多。 绩优股能够表现，但更重要的是主升坡的主角联发科要起来领军。我们看今联发科，今联发科有开始转强了，今天最高来到九百二十元，九百二十元还不够，联发科一定要半年线高百 l 十 Kaki 所以当你看到九百四十五一站上去，现在主升坡还在酝酿当中。 一旦联发科九百四十五站上去，那才是主升坡真正号角攻击的开始。所以光盘上面啊、哦，这一点你要特别注意啊。今天联勇又大涨了，对不对？联勇大涨，一度涨到5五趴，细霸股的细口盘。所以之前风风雨雨，很多人都说面板价格跌会拖累驱动 IC，我就一直跟大家讲没英用啊 没有影响，驱动 IC 占面板的成本高他五趴呢，所以有时候你不要被市场坊间的报道、法人的报道、报纸的报道给影响。我的分析比报纸的分析还专业，我会去查证很多资料，让你看到真实的情况。所以当大家一片在骂面板驱动 IC，在骂面板的时候，我没有跟着市场一起骂。 我还特别把资料找给你看，驱动 IC 啊降过趴呢啊，而且它的重点并不在电视，而是在手机，手机才是面板驱动 IC 最大的一个市场，对，联勇，我还把历年股价高点跟获利的本益比算给你看，每年本益比都高达十五倍到十九倍，没有变过，那今年每股获利五十五块，你自己算算看嘛。 如果五十五块钱的 EPS，等比十五倍会到多少？那目前股价这种价格，用 g a y 型细把沽一空，这用上几年啦，这个都送钱的啦，不要想太多啊！你要想人家股神巴菲特为什么会赚那么多钱？股神巴菲特他不会去帮人家抬轿了，他不会说股票已经一单股票或一个产业已经涨很高之后，他才去帮人家追价，他不会那样做、啊。 股神巴菲特专门在找那种赚大钱的产业，股价跌很深的之际，然后去研究未来的发展是不是持续还是看好。如果未来发展还是持续看好，他就从底部开始一路买上去了。所以他用这种方法奠定了他在股票市场全球第一名股神的封号。所以你想成为一代股神，你想赚大钱，这种方式你要学习呀、啊，底部。 一定会有一些杂音，就是因为底部会有一些杂音，才会把一些没有信心的人给赶下车嘛，对不对？那那些杂音往往都是有心人士放出来的嘛。所以给大家看过破半年线、来年线、获利创高的，都是让你做长线布局的好机会。你看联双能钢，联勇从四百二十五今天来到四百五十五，啊，那三十块啊，这种都开始呢。长江股票哈。 你抱得住，不要卖攻杀侠狗侠了。你把北比，我刚刚给大家看那个图，北比你去算算看，你就知道会是多少。但联永今天大涨，还缺一个什么？还缺一个联发科。联发科一定要九百四十五半年线卡 i 那这样联永他的攻势才会后无后顾之忧，他才会走得更快啊！所以联永、联发科这个都要锁定注意。 啊，敦泰八月营收果然又创历史新高，所以大家都在讲面板驱动 I 区会被影响啊，讲的绘声绘影，就数据出来，所有消息不攻自破。敦泰连续两个月营收历史新高，联勇连续八个月，我推荐的股票哦，基本面差的我不会去推荐的、啊。上市会一千七百多家，林海燕都把业绩烂的都排除掉。 找业绩没问题的、业绩持续看好的、股价在低档的，一档一档搜寻出来，慢慢推荐给你们。所以你只要有信心，你也抱会掉。弄底部的股票，后边一季一季拢是让你赚大钱的。那你如果说要快，澳门某一根，你要找那种强势股去追，我也没意见。股票操作有很多不同的面向，你只要定定你自己属于你自己操作获利的方法。 张就成了。你看日月光财报发布出，营收发布出来之后，把尾盘啊，对，日月光后市也是值得注意啊。今年也是大成长的一家公司啊，包含联电也是一样。联电目前在修正指标，啊，所以你不要追高，压回买。日月光也是啊，这种也是长期看好的个股，今年获利也是都是很强的。万红其实也不错啊，万红也是值得注意，目前也在年线上下。 现在指标开口还在扩大，万宏这个低档，我个人觉得也是可以值得留意的。你看，今天连群创都起来了，对今天群创、友达、彩晶，那起牛醒马噶，大家都把面板讲的一文不值，就营收发布出来，不攻自破。八月营收还是维持在历史高峰，只比七月份掉两趴而已，七月是历史新高。 八月刚让人趴呢，友达刚落起趴呢。那昨天外资买超第一名就是群创，你看外资把群创给骂翻掉了，把人家面板讲的一文不值，目标价喊到越喊越低。等投资人股票杀出来之后，外资买超第一名就是群创，然后营收发布出来，还是在历史高峰。这两天群创、友达营收发布完之后。 就由法人开始计算，算一算的结果，嗯，友达群创第三季每股获利还是有赚一块九的实力，啊，真效的哦。但讲个遐礼拜，人家前上半年有看三块银啊，那如果第三季还赚一块九，那光是前三季就已经赚五块钱了，你高给人家花卡十三块、十四块，会伤寒未？所以這种股票都是大反攻的机会。 当市场澄清之后，都会还给他公道，好、啊，都会还给他公道。所以前两天我算给你们算给你们看嘛，对,不对，都要走十二天的行情，这边下去，万公里的细钢，你看是不是正好就跌二十四天？我们来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三，第亚三缸，第廿细缸我跳起来了。 所以友达群创，你不会抬价，你还有你比如加码一挂，无要紧，这个很快会上来。我之前给大家看过它的剂量图，有没有？暂时会维持在区间里面震荡去补量。那一旦二十一块钱站上去，就会比较快。那如果说它在走十二天的倍数，那这一波上来至少先十二天，强势的话就有二十四天的行情。所以友达群创，这也是。 值得注意的，莫一台给啊啦，一台给都丢弃呀吼。很多事情财报发布出来，营收发布出来就已经见真章了。鼎讯八月营收也是创历史新高，第三季九月份营收还会再创历史新高，第三季的业绩也会创历史新高，这个都是赚大钱，股价在底部的。南地升风大概还有两到三天的底部整理时间，爱注意啊。 对二线塑化股，八月的时候表现也不错，都比去年成长三成以上。所以台大化今天也涨了三趴。台大化会不会填息？啊，会不会填息？我个人觉得机会很大了，因为今年业绩很好，上半年已经赚了三块钱了。那目前业绩还是维持在高峰，今年每股获利至少五块钱以上，股宁股后半今年也不会差。那本比才。 五倍六倍而已，惊凶啦！所以这种低本比的股票要填息，机会都很高。对，新象也是啊，今天大涨啦，对不对？新向今天大涨啦，背离出现了，这个都跌过头了啦。我就跟大家讲，大陆的问题跟他没有关系，可是市场就是会生会影。 哇，阿拉贡的不好，那等到营收发布出来，哎、欸，营收还是在高峰。八月份 EPS 六点七，然后老板说下半年不会比上半年差。啊，淘哥为供完料，行情都开始起来呀。对，那今年美股获利起码了得拉扣，所以很多行情都是市场会声会影，把不懂的投资人，把没有用心去做研究的投资人，他讲加息。 啊，然后不懂的人就跟着一起骂，骂到原本还有信心的，也骂到没信心，股票杀出来，那行情总在股票杀出后就开始背起来了。我跟你讲，星象码 9, 8, 8以码个九倍八一熊啊啊，最起码八又有八百块钱以上。行情涨跌是过程，价值才是最重要的啊，价值才是最重要的。星象我也算过给大家看呢。 历年高点的本益比都有十五倍到二十倍，最近四年之前还到五十几倍、六十倍，那最近四年都维持在十五倍到二十倍。啊，今年如果老板预估的下半年比上半年好，那么今年六十六到七十，一顶五 A，六十六到七十，你用十五倍本益比省了，大概你就知道它合理的价位应该在哪里。所以这种价钱都太便宜了，如你敢买，你敢破隆多大钱啦。 有时候我经常跟大家讲，现行不是完全的东西，现行只是记录股价波动的过程而已，它有一定的参考性，可是你不要把它当成唯一啊。股票是有价证券，它最终价值的反应才是最终的，才是最重要的。那季加维新，这也是啊，营收发不出来，下个月你给，结果营收发不出来，维新八月营收历史新高。 绩家八月的时候历史次高，成长性都那么好，那股价都跌那么深，而且都来连线了，都打回到连线以下了，就用高票不会弄个探短期。你现在要找，但你说我要快去找那种强势的股票，OK，我无意见，会向买你也想买。那你如果希望能够长长久久，当很多股票跌升之后，想透过低买来赚大钱。 像这种股票买了，你要用心料心婆。华硕昨天营收也发布了，比市场预估来的更强。华硕八月营收四百五十亿，月增二十一趴，年增五趴。我今天特别来跟大家谈一下华硕的营收哦。华硕营收是很重要的，啊，华硕营收是很重要的。我们來看一下华硕，华硕的营收。 你知道华硕每年的营收，九月份都会创新高，啊，九月营收都会创新高。我要给大家看一下华硕的营收，这是华硕连续四年八月跟九月营收的差别。你看，这是106年，106年九月营收比八月成长增加75亿，那107年。 九月营收也比八月份成长七十亿，这是一零六跟一零七，一百零八年九月营收比八月成长七十一亿，一百零九年九月营收比八月份成长三十八亿，所以华硕历年九月营收都会创历史新高，那九月营收也会比八月至少成长四十亿到七十亿，为了公三名啊，很多事情你要事先就要估计好。 你要比别人领先，知道未来下一步的状况，你才会做出正确的判断。你看他八月营收四百五十亿，那假设如果九月营收比八月成长五十到七十亿的话，那九月营收会破五百亿呀。九月营收会破五百亿呀、啊。那假设九月营收如果破五百亿的话，那么第三季的营收将会高达一千三百三十亿。 1> 到一千三百五十亿，一千三百三十亿到一千三百五十亿，原本第二季的营收一千一千两百二十八亿，已经是单季新高了，所以第三季的营收也必定再创单季新高。那我大概算了一下，前三季美股获利将会高达四十五块钱，前三季获利高达四十五块钱，那第四季再加进来，今年我原本估五十五，恐怕不止。 搞不好会逼近到快六十块钱，啊，搞不好逼近到六十块钱。那逼近到六十块钱的华硕，它的价值大概会有多少？我之前算过给大家看嘛，这个准确准确率很高的，啊，这是很准确的一一种预估方式。华硕历年股价高点跟获利的本一比，都落在十二倍到十四倍，都落在十二倍到十四倍。那今年如果每股获利， 毕竟六十块钱的话，你卖公六十三打个折五十五块钱都有。如果五十五块钱，北比十二倍就好，你不要算十四倍，十二倍就好。我股你估三十二，对，然后北比十二倍，我估至少上四百，给我来细把只龟口嘛。那今年如果每股获利五十五到六十块，你北比用十二倍下去算，算完之后，华硕的合理价格应该在多少？ 啊，华硕合理价格应该多少？啊，起码够给我少？说现在股价才三百多而已啊，才三百一十七，除完息之后连除息缺口都还没补啊！所以这种股票，很多人在骂烂华硕，很多人眼里只有涨跌，没有价值。那我也不，我也不说那是对还是错，每个人看法不一样。我个人认为，涨跌是过程，价值才是它最终最重要的东西。 所以华硕，你把它的价值评估出来之后，这是宝啊，这是宝啊，未来让你赚大钱的宝啊。但听得下去听不下去随你，你听得下去，你知道该怎么样做，以后赚到钱你开心。那你认为股价不涨，赚再多也没有用啊？我也不想反驳你，反正你就依照你自己的想法，你自己去做，你要自己有自己的方法。 啊，哦、才是最重要的哦。今天国际上来了，四百八十三，还差一点点。接下来只要年限四百八十八够卡起，那等着看看国剧怎么飙。春天制作所跟太行肉店今天继续涨一趴，目前股价都在今年高点外面。那国剧今年高点在六百四十四啊，六百一六百一十五，还会再超过。 然后、啊、再超过，所以还有很多赚大钱的公司，股价在底部。每个人做法不一样，有些人喜欢去追一个气势，那也 OK。会进你要会出。那我比较喜欢做价值型的投资，专门找赚大钱、股价在底部的，逢低去做卡位布局。咕咕噔噔，撒着趴，狗着趴。这样做法，你一年不用多。 一年做三遍，一年做四遍啊！你要赚个一倍、两倍都能够达成。那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一个操作方式，对有些人每天要进进出出，好、哦、这样感觉有在投资股票。那我个人认为，股票是投资市场，方法对了，用对的方法，持之以恒做下去，轻松做，动作不用太多，一年赚个一倍、两倍，轻轻松松啊！这、哦、是我操作。 带货人操作的一个原则跟方式，你认同你燕这种方式的，那欢迎加入我行列。我来找这一些赚大钱的股票，股价很低的时候，带你一档一档慢慢来规划，慢慢来布局，让鸡鸡三十趴或者趴慢慢来谈，一年做个四次杀鸡四鸡，赚个一倍，那一年的目标就达成了。啊，我们的副站线零二二三九二三九八八。 零二二三九二三九八八，88, 我们下期见。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